欢迎嚟到再翻嚟玩具 TV 啦。咁有翻啲阳光气啦。咁我身边呢位红豆豆嘅男子咧，其实就系我身边呢啲柔情似水嘅作品嘅作者嚟嘅。咁Steven 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其实我啱啱就大家做咗少功课，倾咗少少先，我先至开机嘅。咁原来 Steven 嘅来头咧就一啲都唔细嘅，就已经系喺国际上边赢咗好多好多奖项。咁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做 3D 之前你系做咩嘅咧？我系做设计诶，兴趣插画嘅。咁你嘅插画原来横扫咗好多国际奖项。少少啦。我可唔可以讲讲你啱啱俾我睇你嗰个得奖作品咧？我得奖作品嗰个系呢一个，呢、這个系。咁其实系一个关于香港嘅故事嚟嘅。系啊，系呢、這个就攞咗世界插画冠军嘅。就是講關於吐露港裏面的故事，其中一幅畫嚟嘅。這個國際插畫的比賽是在哪個國家舉行？英國。就不是那些唔知孟加拉插畫獎或者電影獎，即係我哋呢排開始有啲古靈精怪獎，呢、這個唔係，呢個英國嘅真正嘅國際插畫獎。而我身邊呢個大男人咧，係真係贏鬼咗㗎嚇。香港係有啲勁人嘅，真正嘅勁人，唔係嗰啲宣傳勁人啊。咁你係嗱，既然你喺呢個平面界咧，就已經。開始我唔知啦，即係已經係勁人啦。其實咁點解又會開始玩埋玩具咧？其實玩具係另外一個途徑，可以令到更多人係去認識我個作品嘅。因為佢比起可能現今呢家時代啲人少咗睇書或者睇一啲好轉折嘅嘢先會達到，但係玩具你一攞起上手或者好直接就可以感染到佢去中唔中意嗰件嘢啦。即坦白啲講，就係因為睇書嘅人越嚟越少，呢個即全世界都係噶啦，即大家都係有罪喺身嘅。我哋令到書本咧開始係會，即除咗啲運情書啊，同埋啲旅遊指南之外咧，即真正有味道嘅書咧就越嚟越少人睇啦。咁你就想借助玩具嚟氹翻人去再掂翻藝術美術呢啲未有美學嘅嘢。係啦，咁可以講一講呢兩件，其實呢個係兩件定三件？呢度呢個主角就叫阿派。嚟嘅，其实佢系一个星球人，系嚟自慢星球嘅星球人。佢嚟到呢个地球系有个任务，系想将翻啲时间俾翻啲城市人嘅。咁上年亦都改编咗成为舞台剧嘅故事。我见到个相色好仔细，你做一只要做几耐？咁當然係how to work 抱得水做得好好啦。咁即係你而家呢隻係仲有得賣㗎嘛？今日係嘛？還是已經賣曬啦？賣曬㗎啦，已經。又賣曬，真係慘！我哋即係遲咗，已經係第二日就已經所有嘢都賣曬。不過快可以，就算買唔到都希望各位嚟睇下啦，因為實物真係好靚好靚。隔離個女角呢一隻就靚身，一隻就瓦色嘅喎，點解咁嘅選擇咧？其實我另外一啲叫 polystone 嗰啲咧，就係好想做到陶瓷嘅效果嘅，係啦。咁亦都似多啲藝術品嘅。哦，即係個男主角就係朗膠嚟嘅。兩個都是男主角嚟嘅。啊，兩個係同一個人物嚟嘅 ，sorry。係啊。OK OK。著唔同衫咁樣啲。OK OK。咁即係呢，但係呢兩個都係 polystone。呢個係朗膠。呢個係朗膠，嗰個係 polystone。OK， 明白。哦，所以呢啲係好。矜貴啲嘅感覺啦，係啊，我明白。咁除咗呢啲立體作品之外咧，其實你都有一啲postcard 喺度陳列咗出嚟啦。係啊，係啊。咦，係喎，仲有呢邊呢件好靚喎，我睇唔到添。咁啊，等阿的慢慢將個鏡頭掃過嚟我嘅左手邊，鏡頭右手邊呢度，呢度。這個是不是音樂盒來的呢？這個不是音樂盒，但它可以轉動的，它是一個擺設，它當轉動的時候隻象就會高低起伏，這樣好像跳舞跟著它們這樣的。那這個是我和一個泰國很出名的設計師Adun，他的 Greeny 和Avi，那基本上就是一個 crossover 的作品來的。你的用色真的即係好細緻，好 soft 得嚟，但亦都好豐富。係啊，係啊。咁 Tiffany 色啊，你俾你老婆馴服得好緊要啊，的。咁我想問一下，嚟緊你會有啲乜嘢諗法，有啲咩新嘅 project？ 最重要就是做好有關 Sue and Pie， 即係我自己嗰個新嘅繪本，就將會喺出年度推出嘅啦。
是中文的。中文的，中文的。會不會有機會翻譯去其他語言？有啊，其實英國有跟 MATMA 度有傾其他合作的，咁到時再睇下進一步係點樣咯。咁我祝你所有嘅作品都會成功啦，因為好唔係咁多機會見到啲即係靚得嚟係有真正嘅信息講到出嚟嘅嘢嚟嘅。咁多謝。仲有呢，我隔離阿 Steven 咧，我啱問清楚咧，佢其實係自學噶，即係唔係話乜嘢設計學校俾好多學費乜乜乜乜乜嗰啲，佢係自己熬出嚟。多謝大家努力。好。